应该这样就可以了吧？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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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萨克11个月，谢谢你的订阅。全市场快中暑了，不用不用不用，还一个月喝一次水就好了。哎，是刘佳，哎，我的天，小妹妹。原来我有个干爹叫刘佳耶，太厉害了！谢谢订阅，帮按帮按，帮帮帮帮按赞，帮按赞，耶，太赞了！哎，你们看那张照片，我就算露成几层这样子，露成这样子，哎。这个触及率也不会比我刚贴那篇文章还要高，大概啦。就是他那种，他现在都会自动抓你文章，如果有连结啊，或者是什么有的没的，他的触及率就会很低。但就还是一定要 po 连结啊，不能不 po， 真是受不了哎、欸！哎，又得14个月，谢订阅。有画吗？我没有画，我现在已经不需要靠画阴影来画胸部了。我现在的肉，我现在的肉值得，可以不用画阴影。跑跑跑，向前跑啊！我们要跟他换东西吧？你吗？我记得你有十字弓对吧？可是我，对啊，我身上没有东西可以换啊。香烟跟汽油，小哥，如果你对医疗有涉猎，他该不会要帮别人点穴来当医生吧？叶子，如果你回底下留言，触及率会有比较好一点吗？其实不会耶，其实不会有什么太大的差别，真的耶，哇，好全能哦，好全能哦！为了受伤和疾病所苦的人，可以按压密孔，让他们。我来了，全四郎医生来了哦，有谁需要给我按一下的呢？哦，你一脸就是感觉需要松一下。劣质肉干，给你肉干。为什么要给我肥皂？我不需要肥皂啊！为什么要给我肥皂？你在暗示什么？我的天！口渴，喝了几滴污水，搞坏肚子。按压密孔，我来帮你，我来戳戳。加藤鹰之手，哇！天哪，天啊！肚子痛，按个蜜穴就好了。像石头一样的饼干，干！你就是吃这个才肚子痛的啦！你还给我的天，还有谁要给我爽？不，要需要我帮你松一下的嘞？这个倒在地上的是不是需要松一下？他都死成这样子，没有人要理他哎、欸。有谁要我松一下？他看起来没有什么问题，给我食物吧。好的，我有食物，给你石头一样的饼干。5天没吃东西，手提箱钞票，哇，他给我钱哎、欸，哇，拿钱换饼干，太赚了吧！又屋6个月，谢订阅。这就是所谓的，你有再多钱，没有食物也活不过。大家都想要食物。
好歹是纸，至少可以拿来生活。我有钱了，哦，这里还有一个需要帮助的人。途中被盗贼揍了一顿，现在头很痛。我来按按你，我来帮你松一下。哦，你用手指戳一下就好了。得到了劣质肉干，我又有肉干了。哈哈，你呢？我的眼睛 ，Ore no mega， Ore no me， 我来帮你按一下，交给我吧。大概不要戳他眼睛吧。嘟眼睛。哦，你做了什么？我的视线变清晰了。打火石，一小天使八个月，谢订阅。还有谁需要松一下筋骨的？有谁？看我们需要回去了，老太太。不，以物易物与荒野的商人交换。嗯，哦，手提箱，劣质肉干。哎呦，不行，我想留着肥皂。这边到底要怎么办？哦，我拿到十字弓了，耶！宝石，宝石，总觉得这老太太会有宝石。诶、欸，我就知道她有宝石、欸。我跟先夫之间的回忆之物。啊靠哟！柔嫩的肉块啊，那就刚刚那个肉干不能啊、嗯、不，彩彩，他要软软的肉。还有谁？还有谁身上有带肉？哦，你们，他怎么又头痛？这不是我刚刚按过的病人吗？不是我刚刚按过的病人吗？你怎么又头痛了？我的天！我来帮你按。戳戳，给我肉干。我等下再绕一圈，他应该又有事了。我的眼睛，你的眼睛又有事了。好，我来帮你。戳戳。哦，看得到了！我们又拿到了一块打火石。我们再多绕个几圈，刚刚治好的又会再出事，我们又可以再多拿到。等等等，就是你，帮你戳。你做了什么？给我肥皂，像石头一样的饼干。没了吧？该不会我们要拿这些东西再去换，再去跟那个人换那个吧？再跟你换，能够让狗开心的软嫩肉块，有顶级的高级狗罐头，虽然是说给狗吃的，却比一般罐头美味。等值的物品。我怎么知道要换多少我才可以换到狗罐头啊？我怎么知道要换多少才可以换到狗罐头啊？卖卖看哦，好吧，那就每个都卖。哇，不行哎、欸！
他这些都不收。罗克人九个月，谢谢你的订阅。怎么办？还没，还没，等等我，我再来看一下。你呢？可恶！还有谁？有没有漏网之鱼？手提箱卖掉了，你嘞？好好冷，我有打火石。如果有能够让我取暖的东西，有有有有有，我有。可用来生火的物品，手提箱啊！啊，我的天！可是我手提箱焦掉了，还是我再绕圈回去，他手提箱又可以在那个了。YUE 十三个月，谢谢你的订阅。还有 Lucifer 37，十一个月，谢谢。我又可以再拿一块肉干了耶，不错。再拿一块肉干。哎，多了小朋友哎，这小朋友是，他没有说他们要什么，给你们饼干好了。甜的，没有甜的，我的天，甜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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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办？完了，真的把手提箱交出去就没得救了吗？这游戏怎么这样？我只能一直刷饼干跟刷肉干，我没得刷了，怎么办？还有打火石，可是我不需要啊。买回来，一直治疗用很多肉干才可以换到好的。四季木卡关，我的天！而且我还需要，我需要手提箱哎、欸，这边有一个哦，新的老人哎、欸，这些人都莫名其妙的冒出来，我的，我戳。饼干、豆类零食，这个应该就可以了吧？好，豆类零食，豆类零食，给你们，给你们，你们应该可以吃这个吧？这应该是甜的吧？酸酸的味道跟，靠，这是甜的吗？这是甜的吗？干，你死小孩！你他妈，你们这些死小孩！哇哇！你们不知道这个时代的人要吃到东西有多么的痛苦，这是世纪末哎！你们还跟我扯什么甜的？有零食吃，你们就要跪在地上感激了，好不好？哇，挑食哎，真是受不了哎！做不破。可是我每次绕多绕几圈，都会多一些不一样的人出来。世纪末崩溃。又拿回来了饼干。我的饼干又拿回来了。你是什么啊？他是那个，他是肉干，不要理你了，我不要肉干。他是打火石，打火石是不是比较高啊？打火石的价值好像比肉干高。
我说可以多拿一些打火石去换，可是我又很怕交出去以后他啥都不给我。妈的死小孩！哦，那有，那个老爷爷腰又酸了，我来了，老爷爷腰又酸了，我来，再把豆子零食还给我，我要零食。苏亚，好了，我们来交付看看。哦欸，肉干比较多欸，400欸，饼干、豆类零食190，打火石、肥皂。有了，神口粮、巧克力片、高级狗罐头。那我们先，我看一下要怎么办比较好。打火石好弄的，先这样子欸。哦，意外的好像不需要很多钱就可以换到500块。我来看一下狗粮到底是多少钱。哦，有了巧克力片，这样子。叮叮叮。那我们先巧克力片，先换巧克力。给你巧克力片，耶！欸，那女的，那个小妹妹真的是眼神死欸，你可以表现得更开心一点吗？蜡笔。哈哈哈！两个劣质肉干应该就可以换到狗罐头了吧？不行哎、欸，两……哎呦，蜡笔就3000了哎、欸。选错了，再一次。我把劣质肉干拿掉。哦呦，高级狗罐头。好了，这样就可以有宝石了。对丈夫的回忆深藏在我心中。比起已逝的人，我更想让现在活着的这孩子开心。再说啊，任何财物都是生不带来，死不带去，所以应该要交换所需物品，互相帮助才是。拿到了高价宝石，物以稀为贵。哦，诶，宝石跟十字弓啊，我要跟他换对吧？哎呦，这两个一脸很有钱的样子，交付。哎，有了这个宝石，应该可以加入某军团了。哎嘿嘿嘿嘿。你要当我小弟吗？保证不会特亏待你。哦，有通行证，而且是真的通行证，我以为他骗人的哎，有新的通行证。干，你是不是想抢我的通行证？嗯，什么？是假货？哇，他脸好邪恶哦。你这混账，把老奶奶的宝石还来。哇！
嘣！哇，放烟火哎，好帅啊！其实好像也打小怪不太需要进入奥，应该说可以省掉很多时间。哇，踢一脚变成这样子。全是。爷。所以他有好好的把宝石拿回来吗？他还拿了假的通行证，那不就在做白工？SKILYRAB 谢你的订阅26个月，谢谢。好像小时候的权四郎哦，他这些坏人怎么都长得同一个样子？是人間だからな。おとなしく荷物を渡せば悪いようにはしねえよ。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よーし、じゃあ行っていいぞ。あの世にな。おお、Oh my God。悪いようには死ねえって言っただろう。俺にとってな。お父さん。え、こいつ水と食料持ってたぜ。いただきだ。おお、そうか、お前がまだ残ってたな。俺は優しい男だからな。父親と同じ場所に行かせてやるよ。誰だお前は。俺も優しくしてやろう、お前にな。何言ってんだお前。お前はこいつの親父と比較にならねえぐらい真っ二つにしてや。あら、ラッカーもらってた。てめえ何もて。お前らに名乗る七度ない。他怎么站在地上？我发现每个小喽啰他们都有染发，哎，世纪末染发是很流行，是不是啊？他们拿什么东西染发？もう大丈夫だ。安心しろ。真的好像小时候的权四郎哦，好可爱哦。
剣士ってのはどいつもこいつも危ない技使いやがる。俺はなこの世で一番剣士が大嫌いなんだよ。ジャングル隊長。哦、oh, 队长我怎么一脸混混样。すみません押しかける人の対応で手一杯で。手一杯しっかり任務に当たれ。は申し訳ありません。哦、oh, 好帅哦这风格。おいこいつを牢にぶち込んどる。この男が何か到头来还是被抓到监狱里面去。卡卡亚库，很好 Q 这样。人を爆発させる剣法を使うやつなんざ。こんな危険なやつをエデンの近くに野放しにしとくわけにはいかねえからな。しかし、先ほど聞いた話だと、その男が野党から少年を助けたと。騙されるんじゃねえよ。なんか裏があって助けたに違いねえんだ。熊灾配音、熊灾哦。俺はエデンの衛兵隊の隊長。小伙六个月，欠哎八个月，欠你的爹。お前を牢屋にぶち込む。其实我觉得进了监狱应该会比较好办事。他应该很。用小指头就可以把监狱破坏掉。他很想要被关。我知道了。把我关进去监狱里吧。这个东西应该啪，然后就搬开了吧。监狱的那个铁牢，他应该也这样，两根手指头，然后就把它搬开来了。連れてけ！連れてけ！お前をどうするかは明日相談して決める。耶！进来了！ウィー！お。这就是尤利亚吗？こんな時代だ。こんな時代だからこそ、二人で力を合わせて生きていこう、ユリア。お。行こう。行こう。安住の地を求めて。力こそが正義。いい時代になったものだ。強者は心を置きなく好きなものを自分のものにできる。你是来占据我的吗？菲恩。ユリアは俺がもらうぞ。你我也要定了，全是来。去。なんと極徒剣。極徒剣。なんと極徒剣。名字叫拳。お前ごときで俺に勝つことはできん。お前と俺には致命的な違いがある。それは欲望、執念だ。執念だ。欲望こそが強さにつながる。お前にはそれがない。哦，他要点爆他的血。他戳爆他的血啊！ユリア、俺を愛していると言ってみろ。不然我要用这个戳死他了。ほう、それほど言いたくない。杀人手指。待って。
变成两根了哟，从一根变两根手指头了。お願いします。一生どこへでもついていきます。再四根进去，我的天！裙子好短。这什么时候发生的事情啊？他怎么会那么废？ユリア。哦，所以他身上的洞洞是先この町にいるのだ。戳他的洞洞哎。俺はもうお前を失いたくはない。对吧？二度と。身上的洞洞是西恩戳的，对吧？逃狱吧。真的要逃狱，好好笑哦！离开，他的选项就直接离开。太小，跟我关不这个圈圈超大的，比我想的还要大。干，好废的铁牢，好废哦，当自己家哎，哇，还有存档点哎。告诉他，为什么？存档点呢、欸？哇！为什么你不顺便救救老爷爷？你这个自私的人，你明明可以直接把铁笼搬成这样子，老爷爷看起来也不是坏人啊，为什么不救救他？这看起来就是个坏人，不要理他，一脸坏人样，坏人都穿那种样子。哎，待てよ。なんだ。なんだ。あんた、ここから出るつもりか？ああ、そうだ。あんた、運がいいな。今、ちょうど衛兵の交代時間だ。他是不是比全四郎还要高啊？その廊下の向こうに出入り口がある。出口？そこから入ってくるから、不意打ちして倒しちまえ。それでよ、鍵を奪ったら俺によこせ。いいこと教えてやった礼だ。考えておっしゃ。とりあえず角に隠れてろ。俺が引きつけてやる。いらぬ世話だ。俺一人だけでどうにか。不然你以为我怎么出牢房的？まあそういうこと言うなよ。囚人同士。他这样贴在墙壁，好好笑。相変わらずお前は騒がしいな。何のようだ。俺、そろそろ釈放してくれないかな。ああ？食い逃げの常習犯が何言ってやがる。つい出来心でして。今の時代、食い物の罪は万死に値するぞ。ああ？おお、两根手指頭。何をしたんだ。俺を見た瞬間の記憶。我希望除了看到我那一瞬间的记忆。正気に戻った後も。他还可以这样子。他太强了吧。まじないか何かなのか。好扯哦。暗殺拳の技だ。好扯哦。两根手指头好扯哦。殺すべき。他可以做很多事情呢。我靠。暗殺拳。殺す。おい。あ、はい。お前もここを出るか。お前が衛兵に見つかった。いえ、遠慮しておきます。不要了。心を入れ替えて真面目にして。外面很恐怖。他傻了。他傻了。
咚。他这样嘟就可以解决很多事情，欸，好方便哦，好强哦。我觉得我玩完游戏以后应该会想要去看一下漫画到底是怎样，补一下北斗神拳的漫画。电脑配件，他就这样正大光明走出来哦，好扯哦。何到处都是人欸，我没有录了你。何？在这个年代，一切都用手指嘟解决。一切用手指嘟嘟嘟。到处戳就解决了，真是方便。你知皮卡皮卡，谢谢你的30个月订阅，晚上好。漫画神作，动画电影版超神作，这么神作，上去屋顶。嘟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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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哒哒哒，嘟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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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嘟哒哒哒。那美女，哦，是美女，有一点点像那个。そこで何を鸟山明老师的角色。何をしてるって、それはこっちのセリフだと思うけど。まあいいわ。見て、今日は星。こんなに綺麗に星が見えるなんて珍しいのよ。確かに今日はよく見えるな。散歩の途中でここを通りかかったら物音がして、何かと思って見ていたら。あなたが出てきたってわけ。それじゃあ、今度は私から質問するわ。あなたが出てきたところ、地下牢の出口の一つよ。どうしてそんなところから出てきたの？衛兵の人でもないみたいだし、もしかして脱獄？为什么不戳他一下就好？戳他一下让他忘光光啊！嘟他一下，嘟他，嘟他就让他忘光光，好方便，快嘟他！私の名前はキサナ。キサナ。あなたは？ケンシロウだ。ケンシロウさん、よろしくね。ケンシロウさんは脱獄してきたのよね。エデンの牢屋は厳重に管理されてるって聞いたけど、よく抜け出せたわね。俺がエデンに入ったのには理由がある。そのために抜け出した。何かやりたいことがあるの？人を探しているんだ。人を探しているユリアという女をな。ユリアさん。そっか。そう。知っているか？いいえ、エデンにはものすごい数の人がいるの。名前だけじゃわからないわ。そうなのか。それにエデンで人を探すのは難しいと思うわ。特に脱獄した人にとってはね。なぜだ。エデンの中は塀の外の10倍は警備が厳しいの。これまで脱獄して逃げ切れた囚人は一人もいない。Homer， 对啊，我怎么见你好像才分享没多久过？谢谢你的订阅。じゃあどうすればいいんだ？牢に戻ったところで話が通じる相手じゃない。一つだけ方法があるわ。エデンでは月に一度
巨魔反斗技，所以他要再回去监牢里面吗？囚人闘技。え、町の中央にある闘技場で開催されている。就每把抓他的人都嘟一轮就好了，嘟一轮让他们忘光，不就可以好好的在这个城市里面生活了吗？そして優勝した者は町の指導者に会うことができる。そして一つだけ自分の望みを言うことが許されている。自分の望み。ケンシロさん、ユリアさんに会いたいのだったら自らの手で自由を勝ち取りなさい。きっとあなたならできるわ。なぜお前は俺にそんなことを教える？エデンの住人にとって囚人闘技は月に一度の楽しみなの。私、賭け事は好きではないけど、あなたが出るなら賭けるわ。それにね、あなたは悪い人には見えないから。そういうことか。それじゃ、私はそろそろ戻るわね。囚人闘技に出たら頑張ってね。それじゃ、おやすみなさい。技能都要冷却，不能马上用。你说让人家失忆的技能吗？最高 overkill 1369.33%， 是什么数字啊？三十六。等等，囚犯斗技总共有几张？13张？13张？有那么多吗？天灭！脱獄しようとしたんだったな！おお、ぶち破るってことは爆弾か何か隠し持ってんだろ！他还回到牢狱里。何も持っていないようです。なわけねえだろ！那家庭老板当年还怪给你，全都洗了。这样摸屁股摸多久啦？我的天！今やってみせるか。それならそれで危険だな。快戳他的穴，戳他洞，毒他洞，让他忘光。ジャグラー隊長、落ち着いてください。許可のない処罰は禁じられています。哎呦，意外的还蛮人性的一个城市哎。こいつを地下2階、いや、地下10階の地獄牢に移せ。地下十楼。え、でもあそこにはすでにあいつが。あいつか。あいつと同じくらい危険ってことだよ。しかし、この男の罪状は場外の殺人です。その程度の罪であれば。せいぜい地下2階が限度ではないかと。手の力だけでこの牢を破ったって言ってんだ。地下2階はここと同じ牢。また脱獄するかもしれない。え、黑鬼東、晚上好。地下3階でどうでしょう。ここよりずっと牢も固く。卫兵一直在地下3階ならば帮他讲话。上の許しも得られるかと。应该说。这个队长也没啥主见的，一直被说服。一体何考えてやがる？なぜ捕まった？なぜ逃げた？なぜ戻ってきた？お前はエデンで何する気だ？俺はエデンで人を探したい、それだけだ。人を探して。人探しだ？頼みがある。頼みだと？他好像吼。この面下げて言ってんだよ俺。囚人闘技というものがあると聞いた。俺をそれに出場させてくれ。这部充满了假假味，对吧？不是女，这不是只有女生会这样想吧？ここを出た時に、町の女に聞いた。この町で自由になりたいのなら、その闘技に出て優勝しろと。は。
優勝か。優勝か。その女も大層なご趣味をお持ちのようだな。ん？うん。そうだな。わかった。出場を許可してやろう。ジャグレ隊長、いいんですか？那两个卫兵长得一模一样。囚人闘技への参加は本人の意思に委ねられている。それに手間が省けて。しかし、お前ついてるぜ。立刻举办。あとでこいつにし。太快了。はい。そうだ。一つ大事な。囚人闘技で腕を折られよう。断手断脚都不会得到治疗，输了就被关回牢房。傷が原因で死ぬってのもよくある話。会流血致死。よし、じゃあ決まりだな。お前の出場手続きは。设定上全四郎是可以帮自己治疗的吗？他能不能因为头痛或者是眼睛被戳下，然后点自己的穴帮自己治疗？这样蛮厉害的。楽しみにしてるぜ。哦，哈，啊，门就这样开着，不用修了，是不是？这跟自己家有什么差别？说进去就进去，说出去就出去，哎，好扯哦，好好笑哦。奇怪了，世纪末不是没食物吃吗？怎么养出那么多肌肉兄贵？对啊，这也蛮奇怪的耶。外面那些流浪、那些坏人、盗贼，全都是兄贵，他们到底吃什么长大的啊？不是要补充蛋白质什么的吗？好，等我一下，我去厕所，我顺便拿一点吃的。人肉一般会酸，为什么我们在讨论吃人肉啊？你们好奇怪哦，你们为什么会在讨论吃人？牢房是天堂。啊，默默进入回忆模式。这小孩的头发怎么留成这样子啊？
哦，有人拿刀哎！哦，他那个圈圈要到中间再按，宿命点。我是不是应该要多开那个，多开那个？这叫什么？这叫必杀技吗？奥义，多开奥义去累积那个宿命点。这怎么按得到啊？我。多开分数比较高。为什么要进入这种莫名其妙的回忆模式？好没必要。喂，哇，他给我肉干吃耶，最后一餐只有肉干。还不如在城墙外面帮别人按穴道，还可以拿到宝石什么的。哎，晚上好啊！啊，何？哎身体庞大的胖喽喽有时会挥舞沉重的武器蓄力攻击。啊！太早按了。他有时候快，有时候慢。我妈呀！哇，莫心得意啊！百裂剣！お前はもう死んだ。
我知道了，我会按了。お前はもう死んだ。但是打这种胖胖，都要用奥义打才会直接打死他，还蛮久的。お前はもう死んだ。虽然蛮帅，但他不会一直觉得他讲这句话很中文。他怎么可以一直讲？讲这句才帅啊！是啦，是蛮帅的啦，是蛮帅的啦。剧情上这边打斗有点没意义耶。对啊，他一直在回忆耶，这个回忆有点拖戏。EOO 21个月，谢订阅。啊！太早了。哎呦喂 ！JALENTHL， 谢订阅，感谢24个月订阅。好帅哦！哦，新的哎！北斗崩壊劇！哈
哦，这个亮亮的靠近它就可以进入打斗这样。